这不是我冯雷哥吗？两天不见你上火了，看他醉。听说你前两天找我了，嘿嘿，见我了，打个招呼啊，老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大张，马上快过年了啊，咱们目前手里面的订单较多，有好多老铁嘞回到老家想要你重组，市场不停，阿张的脚步永远不会停，没有找到了老铁，请耐心的等待。好，马上进入今天的抓狗模式，走起。这边一个大姐带了一窝小柴犬，哎呀，这柴犬真好看呢，真好看。这多大嘞？这个五十多天。五十多天了，哎，这耳朵还没有立起来，立起来就好看了，好看了。肩膀还没倒过来弯呢，倒过来才晃嘞。对，这都在倒，讲起来是抢鞋嘞。这种多少年一代？这种这个两千，这个两千，嗯，这个里面是一千八。哦，看见没有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这里面的这一千八，嗯，所以它不一样的东西的价位都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嘴巴就有点稍微有点尖了，嗯，这窝好看啊，咱们小包子脸，嗯，这边一个小哥哥，他带了三只什么玩意儿？这啥狗啊？阿拉斯加，阿拉斯加还带活吗？还散活，阿拉斯加啊，月纹有点小，这有多大嘞？三十三天，三十多天，嗯，像这种多少年？一千六，还不便宜了，我改改嘞，这有点，是不是有点哈士奇的血呀？这边一个小姐姐带了一只小布偶，这海床布偶多大嘞？三个半月了，还漂亮的，这当量啊，嗯，看这样的多少钱一个呀？一千一个，嗯，这没有皮肤病吗？没有，你看看自己家养了，俺都自己家养了，都没捐过笼子里，小猫一群呀，搁家窜来蹦来跳来，俺都不叫捐。公嘞母嘞？小公猫。小公猫。啊，这个非常划算啊。嗯。小海上布偶。听说你很厉害呀，啊，来，出来练练家务。曾经的万元户，现在弄了个狗日根本无人问津，经常是恶霸。我来乖乖来看这一窝，它边牧非常漂亮啊，单筒齐白的，看这毛量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大哥家专门繁殖好狗啊，哎呀，大家专门做陨石边牧的，这金边，太漂亮了啊！看这毛量，这这叫啥名字？壮壮，嘿嘿，这边是一窝小黑白边牧啊，非常的肥，看脸非常好看啊，走，这是一窝嘞。这有俩人吗？没有，刚满月。刚满月，那太小了，还没坐一面了吧？没有，来坐了一面来。啊？应该坐了一面来。我要。太小。非常可爱啊！这里是两只金色边牧，非常的稀有啊！嘟，这家伙大白兔了，这咋卖的？啊，一千五，这个不是大白头，这是它是连绕单呀，没有翻身。这个开来有点大，这几个月嘞？45天。45天，还没做一针了吧？做了一针了。做了一针了。这个品相一般啊，这大白头。哎呀，看那一窝，多少？一堆啊，这是小白苔，小海苔。嘟，这个是柯基边牧。阿拉斯加，那是熊版的阿拉斯加，非常漂亮啊！嘟，这啥国呀，大爷？虎皮越克夏啊？虎皮的越克夏。虎皮的越克夏。啊。非常可爱啊！这有多大嘞？两个月。这狗跟这个颜色我第一次见嘞。在少见，一般那种经济院的那种都好见，但是这种颜色少见。这能多少钱？这个400块钱。啊？400。400的越克夏。这是一只大黑狼，哎呀，看那往那一站，经济性非常的强啊！哎呀，这多大嘞？这有几多大嘞？九个月吧。这也卖了吗？哎。这想卖多少钱？一千五。你咋不养嘞？这吃的太多了。吃的太多了。这个小妹妹说这狗吃的太多了啊！哎呀，你看经济性非常的强啊！黑狼真好看啊，这不是我冯雷哥吗？两天不见你上火了，看他醉。听说你前两天找我了，嘿嘿，见我了，打个招呼啊，老朋友。